我教这个班语文，从四年级开始带起，今年是带他们的第三个年头。然后昨天下午进班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很乖的在那里课前朗读，并且边读还边捂着嘴笑。再后来转到班级后面的时候，看到大屏幕上就投影出了这个保证书，当时心里第一反应就是特别感动，然后就觉得就突然懂事了。平时也有些时候批评他们调皮啊什么的，但那一瞬间觉得真的好乖，你平时所付出的真的是会有收获。